南部地区呢，好久没下雨了，现在水情紧绷，目前呢有效蓄水量只能够再撑三个月了。屏东空军基地呢，今天上午就出动了运输机，趁着封面南下的这个机会，赶快到曾文水库以及乌山头水库的上空去实施人造雨，免得以后要闹水荒了。局方人员将两吨清水及碘化银等材料运上运输机，一切准备妥善，上午11点运输机准时起飞。趁着封面到来，运输机将到曾文水库及乌山头水库集水区上空实施人工造雨。虽然相隔上次执行人工增雨已经6年了，虽然有6年之久，但是我们部队依循着标准作业程序来执行任务的准备。原来因为连续几波封面，南部地区的降水却少得可怜，水情拉警报。曾文水库的蓄水量剩8600万吨，文水库总蓄水量的1/6，南化水库的蓄水量3096万吨，是总水量的32%，而澄清湖水库只剩299万吨，有效蓄水量只能再维持3个月的用水。利用这些封面来临之前的西南风以及封面通过的一些有利的水汽形态，透过这样的机会呢，让空中的降水的一个量能够有效的扩大。南部水情吃紧，水利署与国防部把握封面南下的机会，在水库上空实施人造雨，预计能增加原本降雨量的10%，希望能舒缓南部旱情。中天新闻张春煌、袁芳、SNG 小组屏东报道。智慧。